诸位同学请坐。请看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摄注品第十五。我们看第二段啊，辩家所为。经文不长，我们还是把它念一遍啊。为增长佛智故，深入法界故，善了众生界故，所入无碍故，所行无障故，得无等方便故，入一切智性故，觉一切法故，知一切根故，能持说一切法故，所谓发起诸菩萨十种住。今天我们从第六句，得五等方便故，我们从这里学习。这一句啊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大开缘界啊，这个教下了讲大开缘界。禅宗里面讲呢，明心见性啊，我们净土宗讲的理业心不乱，才起这么大的作用。这一句跟下面一句是一对，这一句是因缘，下一句是果满啊。这要到究竟位呢，那是如来的果位。那么这个地方说的是菩萨，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化身菩萨就是佛啊，你看看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，它超越了十法界佛法界啊，十法界的佛法界是相似即佛。为什么呢？它无明未断啊，它真的很相符。换一句话说，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他都做到了，所以他很享福啊，都做到了，在样子上你都看不出来了啊，我们凡夫真的看不出来啊。那为什么不是真佛呢？他还用阿赖耶啊，还没有能把阿赖耶转成大圆净智，所以叫相似佛啊。相似佛所住的是方便有余土，你看得五等方便，这个五等两个字就高了，没有跟他相等的 啊，那就是圆满的方便。方是方法，变是变宜，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我们常讲的是最殊胜的方法，最圆满的方法
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最殊胜、最圆满，这个方法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啊，因人而异，人的根性不相同啊。佛教导他的方法不一样，所以佛开了84000法门，这是真的，这是有数的啊，确实是有数量的。若真说呢，法门应该没有数量，所以四弘誓愿里面讲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，这就说明没有数量。数量是方便法，不是究竟的。事出世间法里面，从理上讲，方法都是无量的。啊，因人、因时、因地，啊，因缘不晓得。啊，可是这个里头还有一个特别的方便。这个五等方便也可以说是这个特别方便。啊，那就是这个方便。它超越了一般所居的那些条件。啊，它通通不需要。这一个方法呢，就能叫人直接去证无上道啊。下面讲啊，入一切智性故啊。啊，一切智性就是大乘教里面常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无上正等正觉啊，这是究竟的佛果啊。可是诸位要知道，什么人得到呢？初信位的菩萨就得到。啊，那初信位的菩萨跟究竟佛果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一个是究竟，一个是不究竟。为什么？究竟佛果啊，是无始无明的习气得净的，这叫究竟佛。啊，那一般也叫做妙觉位，比等觉还高。啊，妙觉位这最高的了。啊，究竟佛果。等觉位的菩萨，往上去就是妙觉了。等觉跟妙觉比，还是不圆满。啊，妙觉是圆满，等觉不圆满。古人有个比喻，比得很好。啊，妙觉好像15的月亮，
满月啊，十五的月亮。等觉呢是十四的月亮。是很圆，跟十五比差一点。啊，那用这种比喻，我们比较容易能体会。那么初住要用月亮比是什么样的月亮呢？月牙啊，初二初三我们看到个月牙啊，虽然是个月牙，它是真的月光，它不是假的，所以它是真佛，它不是假佛。那什么是假佛呢？世尊在楞严经上举的比喻，这比喻是没办法比喻的恰到好处啊！比喻也是相似，也是接近啊。佛说，面目所见的月亮。不是真的，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是假的。啊，那是相似佛，也不是我们眼睛用手指把它按下去，你看到外面像就看两个，这是我们晓得，我们眼睛焦点，两个眼睛焦点不一样，所以看的是两个。那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的？你不能说哪个真哪个是假，这念目所见，这是什么地位呢？四圣法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他们叫相似佛。那个月牙了，你看这个初二初三那个月牙了，它是真月，它不是假的，那就是初住，就是实住，代表是主啊。到初五初六呢，那就是这个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啊。到等觉妙就圆满了，所以他是真佛。初住菩萨就是真佛啊，这你看的是真的月亮，不是念目见的啊。那假的月亮是什么呢？假的月亮水中之月，你看我们看到水里面有月亮啊，那不是真的，那是假的啊。观行记里面，在我们六道里面讲佛，那就是水中之月啊。四圣法界里面佛呢是念目所见之月啊。这楞严会上世尊这个说法了，我确实让我们容易体会到。那都不容易啊，所以这个是要三种烦恼断尽。啊，那我们修行，修什么？这个一定要知道。你要是不知道啊，你就不懂得怎么修，当然你不会有成就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告诉我，清净平等觉。从哪里修？修清净心，我的心清不清净？有执着不清净，有分别还是不清净，他会起心动念还不清净，这三类的烦恼通通断尽了，清净心现前。
你见性了。啊，你见性头一个，清净心现前。这是成就。啊，清净心现前呢，平等心也就现前了。下面就缺了。缺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此地讲的无等方便。这起作用啊，这起作用啊。啊，我们讲是万德万能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它是真的。啊，我们赞佛，不是虚赞，它真实的。世间上真有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人吗？有，佛就是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他有，你也有啊。啊，大乘教上佛常讲啊，生佛不二啊，生是众生啊，众生跟佛不二啊。这种智慧的呢，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。啊，佛有，菩萨有，每一个人都有。卧龟畜生也有，蚊虫蚂蚁也有。再跟你说，连山河大地也有。这越讲越深，越讲越玄了。啊，为什么这华严经上说的“情与无情，同源种智”？啊，这个一般佛不常说啊，因为很难懂，说了之后让你生怀疑啊，这是你就更不容易得清净心了啊。所以这教学有次第的啊，有层次的啊，初学不讲这些啊，这要到你有相当程度之后再跟你谈这些啊。所以华严经给谁讲的？给化身菩萨讲的，不是给普通人讲的啊。那我们是普通人，我们今天为什么也能够学这门功课？清凉大师在经题里面告诉我们，华严经有十种身份的人可以学，凡夫里面有一种叫大心凡夫可以学华严啊。大心是什么？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啊。我们世俗人讲量大佛大，这个人度量大，可以学大方光佛华严。度量太小了不行啊，天天读也没用处啊。佛菩萨来跟你讲，你也没有办法切入。这底下那个入字很有味道啊，入一切智性，你入不进去。啊，那入不进去呢？听到这个，听到一点，哎，佛门里面的知识，不是自己境界。啊，如果入进去的时候，那是自己境界了，那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。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些，自己可以给他印证。跟自己所入的境界完全相同，没错啊，这叫正呐啊，自己可以替佛做证明，佛讲的没错
啊，那就管用了。啊，真的得大自在了。啊，入太难了。你看，信、结、行、正，啊，入是最后一个。怎么样能入呢？行，不行，入不进去啊。啊，得无等方便故啊！我们要应对前面一句“善了众生界”。你对于众生界，如果不能够通达明了，你怎么能帮助一切众生？所以前面两句很重要啊！你看，你能够深入法界啊，烦恼长断了啊，是指的什么呢？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，这个断了啊，你才能真正善了众生界啊，这个善事不必学就通达就明了，一接触就明了一切众生，无始以来到今天，生生世世你干了些什么，全都明了啊！三明六通都显现了啊！这是本能，智慧德相，这德能。三明六通是德能啊，相好庄严。那么最殊胜的，真的，我们讲一个特别无等方便的，这不是我们随便说的。诸佛如来，大家都承认的，念佛的方便门，念佛法门是方便当中的方便。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无论上中下根，你真的遇到了，真懂了，真会念了，告诉你，不必很长的时间，你就成就了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，在往生传，在善女人传、居士传看到，啊，多长的时间成就呢？一般大概就是三年，顶多五年。就成就了啊！不过很多成就的人，他还有寿命呢，他不要了，他就往生了啊，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去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里都是两个因素，一个是愿力，一个是缘分。
教化众生的，要跟众生有缘啊。所以佛门呢也常说，佛不度无缘之人啊。什么叫无缘呢？他不愿意接受，他不想学，你怎么热心教他也没用处，或者说他这一生他所想的他所求的不在这一方面啊。像现在的人，他心目当中是什么啊？头一个是财富，第二个是享受，他就搞这个去了，就吃喝玩乐去了。啊，他没有想到来生后世，他没想到。啊，纵然有人给他提到了，他也漠不关心。诸位，他重视现实。啊，他认为来生后世，那是人的妄想。啊，那个不是真的。现实是真的啊，佛没法子度他了啊。佛度众生，这个众生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啊，弥陀经上都讲的有。第一个是善根，第二个是福德，第三个因缘啊。可是真有善根福德啊，因缘佛会加持啊。啊，我们念的这一段是加持啊，佛会加持。所以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那就是无等方便。啊，显示出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啊，一个都不会舍弃。只要你有善根，有福德啊。善根是什么呢？我们从最浅显地方来说，大家好懂，能信能解，这善根啊。我相信佛所说的，我相信不怀疑。佛所说的，我能听得懂，这善根。福德是什么？福德是你真干，听懂了之后真干，把佛陀的教诲呀，变成自己的思想、行为啊，这人有福。啊，那么佛一定帮助他，啊，帮助他到最后一个阶段证果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都是证果。啊，证什么果呢？证无上菩提之果。这话不是假的啊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为什么说果报这么殊胜？因为他到极乐世界一生决定证得无上菩提，他不需要第二生，他一生就能成就啊！寿命长啊，佛无量寿啊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个个都是无量寿。啊，天天跟善友在一起。你说这个缘多殊胜。
啊，跟哪些人呢？十方诸佛，你们在经上看到啊？我们想见一尊佛都见不到啊！极乐世界的人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他想见哪个就都见到。啊，他不是一个一个的见的，他同时一切都见到。什么原因？他有本事分身。啊，佛无量无边，他能够分身无量无边。每一个佛的面前都有他的身。有这种神通啊，有这种德能啊。啊，这个在六通里面讲神足通。啊，神是神变，足就是圆满。啊，他没有欠缺的。啊，你就想他的成就多快。那么在极乐世界，除了清净阿弥陀佛之外，啊，诸大菩萨，我们很熟悉的，观音世智、文殊普贤。啊，弥勒、地藏，这都我们很熟悉的菩萨，都在极乐世界。你到极乐世界都见到了。他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，但是他是平等的法界，跟我们这不一样，我们这不平等。啊，六凡法界里面，我们就见不到圣人，啊，菩萨罗汉我见不到，啊，可是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，啊，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说法，大家都在一起，都见到。啊，古圣先贤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啊，天天亲近诸佛如来，天天都跟这些等觉菩萨在一起，你就能想象到你那个进步是多么快速。如果对这个世间众生没有特殊的缘分，人家这个条件具足了，寿命不要了，他就走了。啊，等到极乐世界他成就之后啊，他就再来。哎，这边缘成熟了，就道家慈航啊，他来教化众生啊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缘啊。这是为什么人家功夫成就了，就是啊，有不走的啊，那个不走的人呢，我们看不到，看不出来。走的人我们立刻就知道了。啊，不走的人呢，依旧在这个世间跟这个世间大众和光同尘。他为什么不走？有缘。还有一些人呢，相信他，听他的话。啊，他的教学人家能理解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可以带一批人到极乐世界去，啊，他不着急走。什么时候走呢？缘尽就走了。啊，跟他有缘的人，他通通都尽了，他走了。
啊，缘也很复杂。啊，那什么叫做净？众生这么多，啊，像我有一年在泰国，有一位小乘法师问我，啊，佛说是佛很慈悲呀、啊，说众生没有度尽，他不成佛了。我还没得度，他怎么成佛了？啊，这就是说，这个语言啊，分很多等级，有根熟的。啊，什么叫根熟呢？这个人这一生中接触佛法，决定成佛，这叫根熟。啊，在宗门，这个人会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这根熟众生。啊，在教下讲呢，大开圆解。啊，在我们净土中讲呢，理业心不乱。啊，这个是一般经教里面讲根熟的标准。啊，第二种跟没熟啊，没熟也分等次，善根福德厚的，这一生虽然不能有这么大的成就，菩萨一定帮助他提升。往上提升。啊，那么还有没有善根的人，善根福德都没有的人，跟佛有没有缘？也有缘，附带的，要给他种善根，要帮助他修福。佛慈悲到极处啊！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你都要知道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，要不然哪有这样殊胜的成就？啊，我们千万不能轻视他了。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他就成佛了。我们无法跟他比啊！升天，天不出六道轮回，怎么能跟人家比？啊，那我们这一句佛号还没念好，烦恼习气还这么重，啊，这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善根福德少啊，少善根少福德，所以我们连一句佛号都没念好。啊，但是善根福德虽然少一点，我们的因缘很具足。啊，缘特别殊胜。你要能在这个地方求，把这个缘牢牢地抓住，能成就，不是不能成就。啊，把一句佛号啊，当作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桩事，把它掌握。我可以不吃饭，我可以不睡觉。我不能不念佛啊！所以二六十种念兹在兹啊，
决定不能把这个佛号中断掉啊。那有人说这是佛号，佛号念念念念他就跑掉了。这一点不稀奇，每个人都有这种现象。啊，初修佛的时候个个都如此。你得把它抓回来呀。这个念念念掉没有了叫失念，这念头失掉了。啊，可是是古人讲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失掉的时候是别的念头起来了，那这佛号忘掉了。啊，你要赶快觉悟，赶快把它找回来。啊，秘诀就在此。啊，他常常失掉，他常常把它找回来。啊，你真正在这上用功呢，大概有个半年一年，你的功夫就得力了。得力说，这个佛号不会常常丢掉了，时时刻刻都能想起来，就变成正常的。啊，那叫功夫得力。啊，那也叫功夫成片。啊，二六时钟都有佛号，晚上睡觉佛号也不断。啊，做梦他也会念佛。啊，功夫念到这样呢，那你就可以放心了，你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临命终时需不需要助念呢？不需要。啊，有助念的好，没有助念不妨碍。自己真有把握，不会失念啊。啊，这个方便法门呢，是无等方便。那是不是也能入一切之性呢？能。古大德讲得好啊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呢？你到西方见了阿弥陀佛，你还担心不开悟吗？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在极乐世界是个很容易的事情啊，不是难事。为什么？你一切的不善的语言在极乐世界全没有啊，所以我们很多不善的这习气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快自然就没有了啊，你就忘得干干净净的。没有我，没有东西能把你妄念引起来。这是分别执着，很不容易引起来。这是我们要牢牢的记住。那么还有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哪一个学佛的人不想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为什么成就就这么难？就是念这佛也这么难啊？那其他的法门就更不必说了啊？为什么这么难？烦恼习气太重了，原因在此地。我们很想断烦恼，就是断不掉啊！啊，所以诸佛菩萨，这菩萨化身菩萨啊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这些诸佛如来。十报图里面
41位法身大士，这是诸佛菩萨，他们应化到世间来，给我们做种种实现，这是种种方便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最好，53参。哎，你看53参，我们刚才讲念佛时，是5等方便。真的，你要是53参头一个就是德云比丘。啊，40华严里面讲吉祥云比丘，他就是修的念佛法。善财童子第一个参访就参访他，这个用意很深。啊，把五匹第一殊胜的法门摆在第一。啊，那你要是采取了，你怎么会不成就？啊，善财童子真的学到。啊，那其他的法门他学不学呢？哎，他也参访。啊，也想看看，想听听，想了解一下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没有学。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他都亲近。啊，最后你看，念得离此，啊，念的是感恩，啊，我在这里学了不少东西，谢谢你，离开了，对的，不学这个法门，啊，他学的什么？学第一个法门，是先入为主。这53参实现这个味道啊，先入为主啊。啊，为什么？他的老师修这个法门。啊，文殊菩萨修这个法门。普贤菩萨修这个法门。啊，他是文殊菩萨入室弟子啊。怎么能跟老师学不同样的法门？这不可能。而且华严经上显示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啊，你看德云比丘跟他讲念佛法门，讲了21种。21不是数字，是表法。表大圆满，也就是说这个法门同时一切法门，啊，也就是说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哪一门不是念佛法门？这个开始好啊，这个开始的你明白之后啊，你对于念佛方面死心塌地，不会动摇了。啊，原来这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。啊，这一门成就了，没有一门漏失的，你全都得到。所以你入的是一切之心，啊，那么文殊菩萨又何必要去参访
啊，这个当中啊，51位善士，他们代表的是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。这无量法门吗？啊，那是成就后的智。那智慧是两种啊。文殊菩萨代表根本智啊。啊，根本智，般若经上讲的。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那个无知是根本智。根本智是什么？就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。他在文殊麾下了，得了这个东西啊，真诚清净平等啊。出去参访呢是后得知，那学得方便，你一见就明白了，一听就明白了，一接触就明白了啊，真的叫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你看过去龙树菩萨他坚信了，啊，证得初地了，那初地是别教的初地，等于华严经上的初住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那藏经集结出来了。因为龙树菩萨出现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灭度600年，龙树菩萨出现啊，所以这梵王大藏经在这个印度啊是圆满的，他去休息。啊，这个大藏经他用多少时间学完呢？3个月。3个月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通学完。他还有烦恼习气。无始无明的烦恼习气很重啊，升起傲慢心，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他是第一了，没有人能超过他啊，事实也是如此啊，真没人能超过他。菩萨，大菩萨会照顾小菩萨，大龙菩萨看见了，把他带到龙宫，让他看看释迦牟尼佛刚刚成佛的时候做了一个报告啊，明心见性，他见的是什么啊，做了一个报告，这个报告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。我们现在看这个《华严经》是《华严经》的目录提要，好像《四库全书》一样。我们看目录提要啊，原本没看到过，原本在龙宫里的啊，多少分量呢？龙树菩萨告诉我们，10个3000大千世界未成寂，诸位要记住，10个1个大千世界就不得了了啊！印度人算这个文字的分量，它是4句叫一首偈，不管长短句，只要是4句
就叫一偈，叫一首偈。啊，一共多少多少偈？是10个3000大千世界未成偈，14天下未成品。他一看就呆了，那个傲慢心马上就没有了。那他太远了嘛。啊，这个经阎浮提众生没有能力接受，分量太大了。哎，他还有中本啊，中本的分量也非常可观啊。我们这里不但是人道不能接受，天也不行啊，天比人聪明啊，分量太多了，就看小。